要介绍的作品是齐白石的大年年抓背图。年于音形体系长，取谐音长年，正好符合民间隐喻为长寿吉兆之意，是齐白石水族画中很喜欢运用的题材之一。他每画年鱼多题大年，或应求画者所请，题上对方想要的意思，本幅没有题上款，显然是自助自导之用。这幅画长近五尺，年鱼直接纵贯而下，占满整个画面。像齐白石这样明明白白以表现平凡生活物象作为创作主题，在当时有很大的突破。注意看那一篆书写成的大年二字，大而刚劲，更能衬托年鱼的活力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抓背图。齐白石的绘画美学是综合了文人雅意和民俗色彩的真实趣味，题材所以是曾经听闻过或见人表现过的，但题材的最终和的出现，除了欣赏各自技巧之外，也是观看一个作画者看待事物之趣最直接的方式。钟馗在其他画家的创作中多半是威武凛然、一跃就能捉鬼的煞气形象，却在齐白石的画中活脱脱成了伶人一般赤身抓背，只求在平凡的生活中讨一些舒爽气味。我的导览到此结束，谢谢。哦，好精彩，导览的好精彩，好棒，好棒。